我们在果园看着小五被关了4年，到今年的5月才带他出来，替他找了很多很多个中途家庭，让他这样换来换去。其实每次换环境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有一点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很高兴他真的可以找到家，不用再被关笼，然后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之后未来可能会有特殊性关节，因为这里骨质长得都不好，以前没有固定好，所以长得很歪歪的。然后它这边的短组织也都很肿啊，现在就很歪。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关注他很久了，然后我们觉得他这样子的狗狗在浪浪别谷可能找家的过程会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之前养过两只狗，那个时候有养过一只受车祸的那个柴犬，然后还有养过一只也是皮肤过敏很严重的柴犬，其实我有这个经验，觉得自己也能够把它照顾得很好。小虎拜拜，这里是你的家了，拜拜。然后每次每个礼拜都要去狗场，为了它去，然后帮它洗澡、清耳朵，才不会让它皮肤又反复的烂掉。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离开狗园，真的是对它非常非常的好。小虎怎么这么乖？小虎。很感动，但是我真的觉得好远。他可以常来台南玩，小虎的爸爸妈妈记得带小虎来台南找我跟小春哦。Stay. Cool. Wow.